接下来呢，这一位呢是来自于英国的朋友哦。然后呢，英国呢，其实现在大家很喜欢他们在音乐上面有一种属于英伦风的特色哦。据说呢，他自己也可以在当中去创造这样一首特色，而且演唱结合的呢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很轻快的歌曲，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校园民歌歌手潘安邦，他有一首最具代表性的歌曲，就是《外婆的什么》。哎，又变小声了，《外婆的什么》。哦，我以为是外婆零用钱呐，哈。好了，《外婆的澎湖湾》这首歌曲带来这个演唱的呢，就是我们来自于英国的朋友马特，掌声鼓励我们十一号参赛者。去过澎湖对不对？没去过，对啊，所以忘词啦。听说你原本这个在我们就是之前的时候唱的是看我听我，嗯，然后后来才改成外婆的澎湖湾，这个中间有什么原因吗？就是换歌的话，并没有哪个理由，但是其实我有两个理由选这首歌。第一个是我亲爱的朋友推荐，这首歌在那个台湾历史中是最有名的那个民歌之一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好选择。但是我研究这首歌的那个历史好像让很多那个让你感动，好，每个台湾人你们都知道这首歌让你很感动，还有好像这首歌的意思让你那个渴望夏天澎湖也那个你的亲人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那个选择。 OK，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最主要是台湾的朋友都很熟悉啦，但重点是你自己要熟悉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一点点可惜啊，但是我觉得也给现场很多朋友，就是刚刚大家帮他唱的时候也重温了很多的回忆这样子啊。所以你平常在 KTV 是唱谁的歌啊？我真喜欢那个在那个 KTV 唱歌，但是
一般来说那个喝醉以后可以那个更那个流利的唱歌，更有力的唱歌。对，你的路线你都唱谁的歌比较多？谁的歌曲？你在 KTV 的话你会点哪一个 singer 的歌曲？当然是那个蔡依林的歌曲。蔡依林，所以嘛，路线就不一样了嘛。好，大家都了解啊。不过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参加，谢谢。